消息話九巴同意日後喺冇搜查令之下，向警方提供閉路電視同八達通記錄。據了解，警方引用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》嘅豁免，要求九巴提供記錄。今個月開始，如果警方想索取巴士嘅閉路電視同八達通記錄，要向九巴提供一份請求信函，由督察級或以上嘅案件主管簽署。收到九巴確認之後，兩星期之內可以到指定嘅辦公室領取記錄。